小心，有埋伏！快，我的马车后面。箭的攻击停了。 原来是山贼，敢劫我林家的东西，不想活了！等一下，小鬼。 是吧？是了，林董，这些好像不是普通的山贼，怎么办？林红，带着大家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林董，你要小心呐。 山贼抢劫阳原石，不过抢夺阳原石的这帮人，并不像普通的山贼。哦，看来我们林家是被人盯上了。爹，还好大家都平安回来了。嗯，冬儿，此事你处理得很好。爷爷，我们是不是要追查一下是谁在捣鬼？哎，只是我们林家初到盐城。 根基不稳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引来灭顶之灾。不过这阳原石矿脉还在，林家就有发展的基础。吩咐下去，让大家低调行事，暂停从铁木庄运送阳原石。是。如今的办法，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。 没事，小妍，只是晋级三印符师又失败了。唉，不知这精神力的修炼该如何提高？可惜小雕还在沉睡，不然倒是可以问问他有什么办法。嗯？哎，哥哥，青檀，就知道哥哥又在修炼。 小妍，青檀，你怎么来了？严大师有口信给你。严大师？嗯，说是让你去一趟浮世会。啊？难道是之前提过的塔洞？那我去看看。青檀，最近哥哥都没时间陪你玩了。放心吧，哥哥，青檀又不是小孩子了。 而且我也在修炼，会比你更厉害哦。哦，是吗？那让我来试试你的修炼成果。青檀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你最近是不是寒毒又发作了？没有啦，我保证绝对没有再发寒毒。我这手是天生容易手冷。你让我再看看。哎呀。
我没事，快去吧，别让严大师久等啦。那好吧，小严，我们走。这浮世绘竟有如此规模，林邓小友，老师已等候多时了，请随我来。啊，有劳您了。神分阴阳，神之动，命之始。老师就在前面，林邓小友，请吧。多谢了。不必客气。是你灵动，紫月姑娘想要参加塔斗，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就请多指教吧。化神阵，雕虫小技，精神护盾，碎元素，哎，好了，你们两人点到为止即可。严大师。是，严大师。紫月。是，老师。紫月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老师，此次塔斗，我必将全力以赴。老师相信你，不过我盐城浮世绘已连输了两次塔斗。连输两次？哎，若此次再输，这盐城的浮世塔就要易主了。什么对手这么厉害？对手便是天火城浮世绘。师父，我们快到盐城了。此次我天火城必将带着浮尸塔凯旋而归。
曹柱，弟子在。您去摸摸盐城浮世会这帮年轻弟子的底。弟子遵令。老师，您放心吧，盐城那帮年轻浮士就是这个。好，去吧。是。驾。此次塔斗的关键还得看你了，周通，想必你一定不会让为师失望吧。所以此次希望林洞小友能够出手相助，和子月一起为我盐城守住着浮尸塔。大师无需如此，您是我妹妹清谈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的精神力导师，您的请求小子定当是答应的。好，没想到林洞小友竟如此爽快。林洞，你已是二阴浮尸，若能登上浮尸塔第七层，半年之内说不定能晋级为三阴浮尸。啊，真的吗？若你还有实力冲到第八层，据说在那里有先辈留下的气级精神秘籍。啊，气级精神秘籍？林洞，若你真有本事，先赢了塔斗再说。好了，子月，替为师送送林洞，你们俩回去养精蓄锐，准备两天后的塔斗。是，老师。是，严大师。哎哎，子月姑娘，等等我。严大师，告辞了。去吧。小严，你这家伙怎么还恐高呢？别怕别怕，有我呢。这女人还真是高冷。切。林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既然你要参加塔斗，那我可提醒你，前两次天火城获胜者周通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，他已经是二阴浮尸巅峰。多谢紫月姑娘提醒，林洞记下了。周通，哎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别怕了，别怕了，还给我打下来！就是，别怕了，站起来！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怎么回事？盐城浮尸果然悉数平常，看来这浮尸塔我天火城是赢定了。混账，这个混蛋，别嚣张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曹柱在天火城浮尸会排名只是靠前，若连我都胜不了，我看这塔斗就免了吧。此人都已是二阴浮尸，既然在天火城还只是靠前，看来天火城浮尸会果然人才辈出啊。林洞，你身为盐城浮尸，也有义务维护本城浮尸会的颜面，这个口出狂言的家伙就交给你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让老师如此器重。哦，没想到盐城还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正好今天还没打过瘾呢。喂，小子，你要去哪儿？抱歉，我走错地方了。小严，我们走。原来是个没用的废物。想走没那么容易，凝神剑。
竟如此强悍。碎元素，停！竟然把我冰玄剑上的精神力给打散了！可恶，这岩城中何时出了这么厉害的角色？这冰玄剑还有些棘手啊！不能跟这小子持久战！去！以我的精神力，不能再和他耗了，看如何救这家伙！竟然还能吸收别人的精神攻击，我的精神力被吸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化神阵，混蛋，我可不想死在这里。哎，你还没认输呢。我认输，我认输，我们赢了。这人是谁？怎么如此厉害？他是灵动，之前打败魏通的就是他。哦，原来是灵动啊，果然文明不如见面呢。灵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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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灵动。走，小岩，回家。这冰玄剑就当作彩头了，多谢了。灵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接下来就看你在塔洞上的表现了，灵动。我的精神力竟然增加了不少，这本命名符竟能吞噬别人的精神力化为己用，也不知是何缘由，之后要找机会问下小雕。两日后的塔斗，我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什么？林动？盐城浮世会还有这号人？此人阴险狡诈，又极其狂妄，不知道使了什么黑招，还夺走了弟子的冰玄剑。哼，没用的废物，竟然输给了一个新人。周通，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